7月19日下午，人气女星秀智因海外行程经由仁川国际机场出境。当天，秀智身着白色 T 恤，下穿牛仔短裙，外搭黑色西装外套，虽然穿着休闲，却相当吸睛。一下车便引来闪光灯无限。秀智面带笑容，亲切地与等待的记者和粉丝问候，礼貌满分。在进入机场后，更是被大批路人围堵，场面一度失控。好在秀智一路带笑，看起来心情并未受影响。据悉，秀智此次赴台是参加某国际品牌活动。搜视频台的第一线韩国报道。